哎呦，肚子疼死啊！伙计，脚里平时少起的，莫少起哈脏。哎呦，我是肚子饿得疼，我饿了三天没起饭，准备去搓一顿虾子，哪晓得一看虾子的价格，喝老子一条啊！今年的虾季又提前了，虽然本地小龙虾怎么只有零星取水，但是从外地空运来的蛮多，所以价格你懂的，呵呵。我年轻的时候一锅虾子是38块，后来涨到108、118、128、138、158。好了，你要莫说了。对于工薪族来说，虾子真的起不起了。快点子啊！等一下子，莫慌。差的点呐、啊，我请客。不用不用，那会该我了。见到见到。哎，服务员，来十锅虾子。乖子，点得多搞么事啊？起不完的。哪个说非要起完的？那是用来拍的，发朋友圈牵是他们。要特殊服务吗？莫服务啊，剥虾壳呀。我们只要拍照服务。今年的 N 等虾，哈哈哈。起不起虾子就算了，老子最见不得在朋友圈兜里晒虾子拉臭和你讨好，你就说虐不虐？虐得不要不要的。我要把所有屌丝英雄哈号的来。嗯，比讨好英雄请客。可他我们楼下兜他。晓得，马上去。我准备了一个大锅给打包，装金穿的就像个钢铁侠。想起虾子，你们只能忘了哈气。老子忽视你。勇啊！冲啊！哎，那个屌丝英雄过来帮忙噻！嗯，我，你没有跟我打妥，你看不惯他发朋友圈，可以把他屏蔽或者拉黑噻。交流，我找你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哪个说我是屌丝啊？我是钢铁侠，哪边人？龟山龙虾拳。